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小城，然后这是我们住的院子，然后是红瓦，上面是灰墙，然后旁边是个大树，里面养的有鸡，然后这边你看这鸡还在自由的走的，然后这边旁边是有飞机场，是菲尼克斯的飞机场，非常的大，后面是垃圾箱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每天的厨余的垃圾就可以扔到这里面。 City of Phoenix， 菲尼克斯的 blocking， 所有的不要 blocking， 然后这就是一个有点自己的树，各种假树桃也有啊，这是栅栏，然后每个栅栏都是自己的小王国呀，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旁边里面等于是有孩子，有小孩，然后这边我们把它锁住，这边的飞机还是非常多的。看飞机又飞上来了，飞上天空，非常的，这就是日常的一天。这是个大石墩，有可以扎那个旗子，扎旗子会凉爽一点，这是可以晒衣服的。这一般是华人的，华人比较多，华人喜欢自己用太阳晒衣服。在美国有的地方是晒衣服是不行的，必须是烘干的，有洗衣机，有烘干机。感谢台湾朋友的问候，有机会去六合夜市逛一逛看一看。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烧烤，烧烤架一拉就虚了啊，这是烧烤架。然后我们会集中YouTuber， 全世界的 YouTuber， 我们有一个群，就是 YouTuber 的精进群，在里面可以进行 YouTuber 方面的交流和分享。希望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，然后我们一起进群去交流讨论。大家处在不同的阶段，有不同的视频分享。像我是环游世界走遍美国，这是我的主题，然后其他就是美国那些事儿，那些生活去，然后等于日常的记录 vlog 也有，就是记录自己的生活。还有一些就是喜欢户外的，喜欢房车的，喜欢美食的，还有喜欢做政治时论的，大家都可以找到。有的是做健康的，健康方面，有的是房地产，各种东西都希望大家百花齐放吧，百家争鸣啊。感谢我的订阅数已经是1020人，所以我们要向10000人的目标，大步步的向前进，去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，努力吧，加油吧。这是出来养鸡的，在养鸡的。这棵树是非常大的，能够种一棵很大的树，这是很美的，很好，值得赞美的。亚利桑那凤凰城这边是沙漠，这边也有这种椰子树，也有这种大的树，家里有棵树还是不错的，可以有这种树荫嘛，可以乘一下凉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It's a big tree, ah. 这个树还是非常大，而且品种也不一样，有这种绿草地啊，还是不错，很好的，很好的，东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这个是非常好的，谢谢。